天有一个中文考试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下课了。今天晚上我很忙，可是我要准备中文。今天晚上你想跟我一起睡什么？你来我的宿舍怎么样？好，今天晚上我去。我想跟你们一起准备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你住在哪个宿舍？我住在 University。好。好。我喜欢学中文，有很多词汇，我很累也很困。我要知道考试答案。我们知道这个喜欢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想学。那个词汇是中、哦、我很困。现在几点？半夜一点。你要睡觉吗？两点半睡。好，你呢？他睡着了。对，怎么办？不知道。我们睡吧。睡。谢谢你的爱。我看见我的朋友，他在做什么？你想吃饭吗？对，我要吃法国菜。我不喜欢法国菜。我们吃日本菜怎么样？我昨天吃了日本菜，今天我们吃中国菜怎么样？好，我喜欢中国菜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想给我们吃吗？好，走吧。你今天有没有事？没有事，为什么？我们想去中国公园，然后就去吃饭，好吗？好。现在几点？一点半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四月二十九号。明天我有一个中文考试。明天我也有一个中文考试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的中文同学。起来，我们有一个考试。早。你还好吗？我很累，也很饿。你总已经睡到十点五十五分。走啊，差五分十一点，我们有考中文考试。赶快去上课。做了一个梦，我们都在中国公园。我们坐在那儿什么？里面谈话，里面谈到考试。你记得我们说什么？记得，我们去吃中国菜。吃饭以后，你说现在是四月二十九号一点半。我祝你好运，谢谢。也祝你好运。梦想和这设施相通的。